生呛大黑虎虾，哥吃饭了。你咋天天吃生的呀？今天我又给你安排了一个大硬餐，生呛黑虎虾，100多一个，真的。这里面有虫，你知道吗？我发现你怎么跟个老娘似的，老娘们是那么爱计较呢？哎呀，拿起来吃行不行？你小的，吃大的。你叫小的，大我傻呀？大的虫多。大的好吃，100多一个呢。跟个老娘们似的，人天天坐海边的，吃生的也没事儿。生的，在肚子里长虫。太行了。多好吃啊！我发现你有没有人说你很娘？太腥了，这玩意儿。正常的煮熟的大虾不好吗？它这玩意儿吃进肚子的虫还死拉难吃。你真的很娘。啥也不是。